给我的代步工具才最节能。我的坐骑1公里只消耗8升可乐。永远不要低估吃货的创造力，看来这次冠军花落茶圆圆了。没进牌榜超标，茶圆圆淘汰出局。靠坐骑还不如靠自己，用最原始的办法来上学才最绿色环保。不要以为我没看到上面的直升机，小环保不动，空手开最大，舞步更优雅。太费电，好慢。不费电，不费油，绿色出行我最牛。我在指挥机呀，飞呀飞。淘汰出局，终于赶上了。哎，好小浪，你是怎么来上学的？我在公交车上睡过头了，换骑共享单车又坏掉了，最后跑过来的，累死我了。居然一次性用了3种绿色出行方式。我宣布这次的冠军是好小浪。这也可以，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当冠军的感觉太爽了。